好，各位来宾，大家早安。好，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日洛桑医师的直播讲座。我是今日讲座主持人 Ben，现在是服务于洛桑预防医学集团。那在我们讲座正式开始之前那我跟各位来宾有两件事情说明一下。第一个，因为直播在 YT 上面，它有一些社群的规范那我们会遵守这些社群的规范。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等一下洛桑医师他在讲座，他有30分钟的提问时间。那这个提问的时间，我们会看那个提问留言的来宾的数量，提问数量那我们会做一些适时的一些筛选。如果有涉及个人疾病或隐私等等不适合的问题，在公开场所做回答的话，我会私下再回去好，那另外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的话那问题如果很踊跃我会做一些时间上面的选择。好，那接下来我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线上讲座的议程我们10点到10点半是洛桑医师为我们开讲，那10点半到11点是来宾提问，洛桑医师回答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的主题是用感恩改善自律神经。好，那现在时间10点钟那我们就要请洛桑医师来为我们今天做开讲，好，那我们请座上医师，谢谢。谢谢大家，我们还是照样，就是先定下心。关注松了，大家接地吧，团结手足，向着伟个垃圾，让上街抢救一起上上街，就当做救了抢救，把多大家大家奶奶找着，就抢救谁呢？就把你抢救，就归谁呢？就救，春节大姐大哥，这多年抢救解决有，就把你找了本就上街找不着。就滚就松了，大家接地吧，团结手足，向着伟个垃圾，让上街抢救一起上上街，就当做救了抢救，把多大家大些奶奶热着，就抢救谁呢？就把你抢救，就归谁呢？就救你瞬间团结大哥，主动抢救解决有，就把你找了本就上街找不着。就滚就松了，大家接地吧，团结叔叔，向着伟个垃圾，让上街抢救一起上上街，就当做救了抢救，把多大家那些奶奶绕着就抢救谁呢？就把你抢救就归谁呢？就叫你瞬间团结大哥，主动。抢救解决有，就把你找了，本就上街找不着，就。大家早安。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感恩、感谢、调节自律神经，所以我们在 YouTube 上讲了很多很多自律神经，从我们的那个教育长郑医师，然后院长郭医师，还有蔡医师、侯医师，我们讲很多很多关于自律神经的，所以就是我们不断的就是大家有些观念，因为现在自律神经是一个普遍的文明病，所以我们会讲一个很多一系列的，然后今天会讲到自律神经可以改善的方法，就是从感恩开始。所以一直今年就一直不断的讲，去年讲很多有关生气啊、不生气啊、忍耐啊什么，然后今年开始讲一些慈悲啊、感谢啊、感恩一系列。所以大家就是我们的听众也好，我们的粉丝也好，希望就是大家来这边的频道是不是来学知识的？来累积知识，我懂很多，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频道的观念也是这样子，希望听众也是一样的概念，就是你在你的身上有没有用到，有没有改善你的健康，你没有没有改善你心理的问题，你有没有改善你的修行的行为，是这是我们一直在推广的一个理念。我的想法也是一样，我们的团队也好，然后听众也是都是一样的概念，就是把善的讯息落到自己身上，比方说你的善的思维、感恩的思维，或者是你任何行为，你就只要听到我的频道，就说啊，比别天昨天好一点，比昨天有点进步。你行为上面、讲话的方式、看人的方式，或者是就是任何的跟你，然后跟家人的相处，都多带一些感恩，多带一些好的，多带一些优点的。希望就是我们的频道的宗旨，就是一定要往这边传达善的讯息，传达感恩的讯息，传达漂亮、美丽、美好的讯息，就是互相希望，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是把善的循环找回来。所以，就是第一件事情，这边真的要非常从内心的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个月我们破了10万的点阅率，真的不简单。现在 YouTube 是一个大海一样，每个人都在做 YouTube，然后就是，花钱的，没有花钱的，然后自己做的，然后就做到10万。我们花了我们的团队，然后我们自己用心的做了1年多，进步也很多，然后也快速的成长，然后很忠诚的粉丝也非常非常多，所以现在我这边非常非常带着很强烈的感恩、感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就是大家用力的支持，没有大家，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不会做到这么好的成绩，已经一个很好的里程碑。但就是希望把这个善的讯息落到自己身上以外，把这个善的讯息，大家从我们自己的团队、员工，然后身边的人，只要有听众，这些就是只要我们的订阅，一点一滴的把这个善讯息传输出去。我们坚持个1年、2年、3年、5年、10年，那时候我们的价值就不一样了。所以希望大家都是跟着这种粉丝。跟着我，跟着我们的团队一起成长，所以非常非常感谢。今年快要年底了，已经到9月了，然后10月、11月、12月，希望我们破更大的，然后明年会更好。明年就是更多的人就把这个善的讯息，希望是善的讯息传到各个角落，就是台湾的每一个角落啊，国外、华人世界很多地方呢，希望就是大家。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所以我们破到10万的点阅率，非常感谢。所以从我们这个，从我自己感恩我们的团队，感恩我所有的粉丝，然后感恩所有把这个善讯息传出去，善讯息传出去以后，希望真的希望把自己的正能量，把这个讯息传出去，好的能量。传到自己的身上，自己身体也慢慢会变健康，自己的思维也慢慢变成善良，自己的心态也慢慢变成是感恩，多带一些感恩，少带一些怨气。所以人的进步，虽然比方说啊财富啊财富有进有出，或是就是比方说有钱没钱，但就说我们的感恩的心，我们善良的心，我们这种就是看别人的优点，少一点点评，少一点怨气，少一点生气的心。每天都在茁壮，每天都在跟着我一起成长，成长像小一个树一样，像我们的 baby 一样，我们把善的能量慢慢茁壮发大，一起，大家一起，我一个人做的是非常有限，我虽然就讲，但大家一起去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能量完全不一样，所以希望把这个善的讯息传到未来，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所以我再一次的感谢。所有的粉丝，然后我心中也是每天每时每刻都为这些所有的粉丝帮我就是传达善的讯息，我每天都为你们祈祷，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还有增长善的知识，增加善的行为、善的循环，真的非常感谢。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次10月份我要去美国，因为这种讯息上的讯息传出去以后，到处去邀请说希望把这些好的东西去演讲一下，去传播一下。所以这次10月份，大概10月4号到23号都在美国的东部，就是纽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在那边第一次办一个4天3夜的课程，如果就有身边的有亲朋好友或什么有想参加去按照这个网站可以报名到那边，然后甚至就是说可以联络这边我们有一个联络人，就是总代表，就是意思说总招代表 Tina 肖，就是这边有一个电话，到时候我会跟大家直接可以跟大家联络，希望到那边有协助，或是有要做什么，或是就是说把上的讯息传出去就可以用这个。然后那边的课程的是主要是练心术，刚开始会讲一些概念，就是比方说感恩也好，心态也好，活着人生五大管理心理的东西这些。然后第二部分实作的部分，带一些静坐、静心或是打坐的课程。第三座就是有呼吸的练法，或是有些运动的方法。所以这个就是4天3夜，就是4天3夜，三个晚上都住在那个美国的东来山庄 East Over。所以在美国。有华人的朋友，或是自己亲朋好友，可以来这边跟我一起练心，一起来修一下。所以这个是一个完整的、非常完整的课程。然后这种课程，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在问我说，要不要去新加坡办，或是去马来西亚，这些都已经在询问。然后台湾也在问，所以未来这种课程，实体的课程，我们会越来越多。所以希望就是跟着我们的粉丝，大家一起把这个善的能量、善的讯息，或是健康的东西，用实做在自己 practice，意思说练习在自己身上，我们会这种推广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就是说希望大家一起成长。所以这个就是希望大家记得，就把这个讯息传出去。然后，因为我们粉丝来到10万个点数，所以大家有什么任何的意见，希望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所以就是比方说，希望我希望讲什么样的主题，或是你可以把有这种很好的想法、很好的 idea，或是很多东西，你给我丢出啊。洛杉矶应该要就是1年4季12个月要讲这个，第一个讲这个，第二个讲这个，或初步的有大家有想法，或者有大家有这样的思维的东西，希望把这个善的讯息丢给我们，给我们一些 loading，给我们一些功课，我们就会更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所以希望在 YouTube 上面，或是我们的粉丝，大家来构思一下，把我们这种好的东西，就是善的讯息，把它做得更好，做得更接地气一点，做得更有效的方法，希望大家个个提出来。所以希望已经破10万的时候，谢谢大家，希望真的真的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件事情。就说我们推不生气，我们把这件事情怎么做到最好，怎么样用课程的方法，或是就是人生管理的方法，或是用感恩的心，或少点评，反正我们这些讯息，把怎么更优化、更接地气、更从小朋友、国中、高中、大人、年轻人、大人，全部都可以听得懂、可以执行的方法，大家希望的。一起合力把善的业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希望更提出来。然后未来就说明年的部分，比方说直播的部分，比方说礼拜二早上没有太多的人，我希望能大家就是提出意见来。我希望就比方说不要礼拜二早上，或是哪一天晚上，或是哪一个时间，大家有更多的人希望能参加，我们就把意见都提出来的话，我们会尽量的去达到这个目标，改变。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希望更多的我们的粉丝来参与，把这个善的能量、感恩的能量传达出去。所以前面讲的就是这么多，然后我一直在讲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的部分呢。已经讲了很多次，我自己也讲了很多次，我们的医生的团队也讲了很多次。然后大家也就是可以提出来，就是比方说，希望我们的医生
讲什么样的主题？比方说，你可以蔡医师希望讲更多的什么营养的东西啊，主题，大家讯息可以丢上来，我想听这一方面的事情，或是郭医师要讲什么，侯医师要讲什么，郑医师讲什么，希望把这些讯息都提出来，我们尽量提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哦，不是 information，不是学知识，所以这个平台不是来学知识的，是学修行，怎么修，怎么用在自己身上的东西，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合力。所以今天前面会讲很多这种啊，因为破十万，所以我也很开心，很高兴。我们团队也是很开心，因为不容易。现在在 YouTube 上面创造这个价值，大家都在想做，但真的不容易。那就是说我们的频道就是第一个粉丝的凝聚力很重，然后忠诚度也很好，然后就是创造价值也更大，然后希望更多的改变，所以真的非常感恩。然后慢慢会讲到自律神经，就是我们在讲叫做副交感跟副交感。再次跟大家讲一下，交感跟副交感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的神经就是意思说我们身体就是两个系统，第一个是中央系统，就是中央。意思说大脑控制，比方说我要喝水，这样子，这个手的动是因为我想了，所以动，这个叫做中央掌控的。然后就是比方说，我要走路，就这样子，我想看什么，我想闭上眼睛，那些都是中央直接掌控的。但就是你想一想呢，你的呼吸啊，中央想想，我不要呼吸，几秒钟就不能不呼吸，你要去尿尿。哦，中央说哦，不尿尿憋住，不行，你要上厕所一样的概念。你要比方说啊，肠胃道胃酸逆流，你说哦不逆流就停住啊，肠燥症啊不行，然后呼吸喘过来喘气啊，我不要，而且恐慌症发作这样子呼吸也是没办法中央掌控，焦虑突然抖起来，然后冒冷汗这些。这些都叫做周边神经系统，所以意思说我们有一个中央的系统跟周边系统，但就是说通常意思说中央跟周边是要配合的，这边完全没办法控制，但就是他交代交感神经啊，不要那么喘，就刚好呼吸就好了。啊，不要心跳那么快，刚好就好了。中央就跟你讲这样的事情啊。该排便的时候就排便，憋不住就又尿失禁，什么一大堆事情，然后频尿、膀胱过动什么，这些都是中央没办法掌控。所以意思说，中央跟地方不配合的时候，叫做自律神经失调，它已经就是严重的这，所以很多症状会出来，过度呼吸或是胸闷，然后这样子不舒服，然后胸闷，然后去查心脏科。去查那个就是胸腔科啊，什么都没有问题啊，然后每天胀气、胃不舒服，然后拉肚子、做胃镜、大肠镜都正常，然后又睡不好、情绪乱动，然后就是说有些上次我们的医生讲过肝炎的部分、口干舌燥的部分，然后又突然掉头发，一大堆事情，说自律神经乱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身体上的。挑出很多很多的毛病来，所以意思说，自律神经系统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交感神经，一个是副交感神经。我常常做一个比喻，交感神经就像汽车的油门，就是要跑步啊，要运动，要什么，就是肠胃道要排毒，什么什么都是一样。交感神经在这边非常清楚，交感神经呢，这些都是排汗啊、心跳啊、心电加速啊。这些都是一样，就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叫做刹车，意思说啊，你跑太快了，前面有红灯哦，要停哦，前面有车子哦，不要撞到啊，你要慢下来，慢下来，叫做副交感神经，叫做刹车，就是收缩，慢下来，促进消化、蠕动、膀胱收缩，促进很多这种身体的代谢，所以副交感神经。活性不好的是人就会很多毛病都会出来，所以这个两个就是不是说副交感神经活性要好，或是交感神经的活性要好，那个要 balance，就是阴阳要平衡一样，他们两个是要平衡的。所以意思是说这两个失调的时候，现在普遍性的哦，
外面医院都有自律神经检测的部分，但以前我们在家医科门诊呢，大部分都是会不用检测，问三个症状，只要啊口干舌燥、胃不舒服，然后肩颈酸痛或是心跳加快，只要符合3种以上的症状，自律神经失调是一个症状综合起来的疾病，才叫做自律神经失调。它是一个症状所结合的，比方说在这边有讲到啊，就是头痛啊、头晕啊、耳鸣啊、眼干啊、口渴啊，所以这个表跟大家看一下，只要这个表里面就是任何症状，只要3到5个症状符合，大概有这样的症状，但就器官没有问题的时候，叫做自律神经失调，所以一定要就看一下这些肌胸闷啊。缺氧、呼吸困难啊、肩痛啊、不能使力啊、关节、心悸啊、晕眩啊，全身的症状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日夜累积以外，就是慢慢，所以自律神经是源头，意思是说啊，你这些症状啊，胃酸一直不断的胃酸逆流，不舒服不舒服，有一天可能会变成胃溃疡，有一天就是胃溃疡不处理，就可能变成是癌症，所以那个是要一定要处理的。日夜累积的，然后自律神经失调处理的方法，我们一直讲很多很多。像我们自己诊所，大概都是用静脉雷射，或是有些排毒的点滴，用这个来方法调节自律神经失调的部分、失眠的部分、焦虑的部分、忧郁的部分，都是用一些比方说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的方法调过来，而且调的效果都不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讲说生活形态，就回家做瑜伽啦、运动啦、打坐啦。上次我有教很多打坐的方法，然后把自律神经系统乱的部分调过来。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比方说这个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的部分，我们用感恩的方法来调节自律神经。很多人问我说感恩的方法怎么调，但就说因为感恩跟感谢是今年就是一直在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哦，所以就是昨天才会去很多地方去花莲演讲的时候，我就说，人家说啊不生气，那怎么练习？去家里怎么练习？你如果不生气，或者是看顺眼一点，或者是就是说少一些点评，第一个练的对象是你的家人，感恩练的对象呢，就是一定要清楚，就是比方说。你自律神经失调的部分也好，你焦虑的部分也好，你生气的部分也好，你对待哪点事情不爽也好，任何东西唯一可以感化、唯一可以转念、唯一可以改变的地方、改变的方法，就是从感恩开始。感恩是从家人开始，所以我就跟很多夫妻讲，就说如果老公每天念你，或是就是看到老公不爽，所以是之前在那个。在演讲的时候说，因为我不想生气，但就是说我每天都老公惹我，是老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就是常常就是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就说，因为你意思说这个就是我们生气，或是就是说，比方说啊，看到我一气就是自律神经马上失调，一气就心跳加快，一气就气呼呼的就来了，然后越来越不顺眼。所以意思是说，唯一可以改变就是这种场合、这种气氛、这种不顺眼、这种怨气、这种身体上的所有的不舒服，唯一可以感化或是唯一可以转念转变的转化的方法就是感恩，而且是通常都是用这种手，就是意思是说用感恩，就是意思是说，我跟很多人讲，就是回去用双手合在胸口，跟老公说。谢谢你，感恩有你真好。通常大家都做不到，所以希望就是说我们这种传达这种讯息的时候，把这个好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用这么轻松，不用花任何一毛钱，而且是改变很多自己的能量、自己的自律神经失调的部分，而且自己的福报全部都可以改善，而且家里的气氛都可以改善，为什么不去做呢？所以就是回去，就是比方说每天觉得小朋友很吵，然后家人很机车，任何东西你对任何对象不爽的那个人，或是就是说不顺眼，或是常常惹你生气的那个人，对那个人就是你回去好好用双手，你要跟他说
谢谢，感恩，从内心哦，从内心的改变哦，那就你的所有的症状，完全那个气好像肩颈很紧，自律神经是肩颈很紧，好像有胃酸不舒服的，或是就是常常胸闷，只要你做到这一点，你的胸闷很快就缓解，你的胃酸很快就缓解，特别是就是容易焦虑，容易紧张。然后常常有肠胃道的问题，特别是就是胃酸逆流的这些问题的人，只要把这个就是一定要就是感恩哦，这个就是双手结合放在胸口，这胸口是在这里这个地方，然后认真放着，然后你心里就想一下，哦，感恩现在我还活着，感恩我的老公，或是感恩我的太太，或是感恩我的老板。感恩我的朋友，感恩对你最不好的那一个人，感恩骂你的那个人，感恩刚刚有路人对我瞪一眼的那一个人，感恩所有的不顺也好，对你怎样点点滴滴点评任何东西。如果你修炼做到这样的时候，你那个胃不舒服，你只要练习五分钟，胃酸逆流的话，赶快去缓解，很快就缓解。你焦虑、讨厌、恨、不甘心，很快就自然就化解。所以转念的意思是说，这种功力来化解，就是意思是说，这种功力才会化解所有的东西。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自律神经思想，第一个就是你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改变。然后另外一个，这边有一些就是好几个方法，就是意思是说，感恩怎么开始？刚刚我跟说的家人朋友，我刚刚带了一遍哦，就是一定要，第一个就是观自心，改变想法和态度。自心是看自己的心哦。我常常讲，就是说你不要说啊，生气是他惹我的或什么。有时候我们内观就是看自己的心在想什么，看每天是不是把自己肮脏的想法、不开心的想法、讨厌的想法，或是很多观念，是不是根深蒂固在心里面呢？觉得这个也不顺，那个也不顺，刚刚那个老板也奇怪，刚刚谁谁谁谁谁，是不是每天就这种垃圾的情绪围绕着自己啊？所以意思说，我们先刚开始观自己的内心。第二个，心念的管理，管理情绪和思维。我一直不断的讲，就是说我们的思维改变了，你的想，你对人的看法多一点感恩，少一点点评，少一点怨气。对家人的看法也是多一点感恩，少一点点评，少一点怨气。对同事的看法也是一样，对于身边的人也是看一样，对政治人物也是一样，对艺人也是一样，对外国人也是，对黑人，对黑人，对别人也是一样。改变思维，你的改变，多一点感恩，多一点快乐的心情，多一点善心，少一点点评，少一点不开心丧气的时候，你自己就是一个感恩的体，就完全慢慢都会改变。然后为自己加持，改变自己的能量。所以意思是这个等一下讲一下，获得能量，内心感恩改变。意思是说你坐下那一刹那，就是意思是说，通常我都是早上一起来，就是你一定要惊吓过来一样，就是早上起来的，哇，我还活着！我一直不断的讲，我还活着！哇，我还有美好的一天！就是从开始，活着那件事情是非常感恩感谢的事情啊，不然昨天多少人走了？真的，世界上要多少人走了？医院是24小时开着的，有些人车祸，有些人天灾，有些人突然就走了，心肌梗塞，有些人在医院就在 CPR 过程当中，无效急救。多少人走了，你自己想一想，我们是幸运者。所以一早起来一刹那，我通常讲就一刹那，眼睛打开那一刹那惊吓过来，哇，我还活着，我还在呼吸，我还可以去上班，我还可以怎样怎样，是美好的一点。就是感恩从早上开始，这样子开始。然后早上一起来的时候还可以刷牙，还可以这样子，还感恩就第一招，我常常讲早上一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感恩醒过来，真的真的很 beautiful day， 我今天要一个很好的开始，所有昨天的东西，不幸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好的事情，任何事情都放掉，今天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然后喝一杯温开水，真的，它那个水很甜，很好的一天。我喝一杯水，清理一下我的肠胃道，从口腔、食道、胃、小肠、大肠，所有的我都要清洗一下，是一个非常细胞再生的时候，喝一口水。啊，水这么甜，真的。干这样子，然后就认真把刷牙，看到所有东西，然后看到任何家人也好，哎，早安喽，谢谢你哦，感恩喽，要起来哦，要快乐哦，要开心哦，开开心心的，就是不管中间这一天遇到任何问题，就是最少一个很好的开始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不一样。所以从感恩是从早上开始。然后常常可以练习，你要感恩自己，就是意思说，感恩我还活着，感恩我还呼吸，感恩我的眼睛是正常的，感恩我的鼻子是可以正常呼吸，感恩我嘴巴还可以吃，有味觉什么，感恩我的听力是很好的，感恩我所有的皮肤，感恩我的胃还可以一直不断的帮我做事，感恩我的心脏，感恩我的肺，感恩我所有身体的器官，每天都感恩。感恩那一刹那，你如果你每次做到，比方说感恩瑜伽或是感恩打坐，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我在感恩的是很多事情，就是这种冥想了。你可以一直不断的去，不需要就是有 fix 要睡醒，你就是那一刹那想一想，你就比方说你的眼睛不舒服，你就感恩一下，然后就摸一下，哇，你辛苦了，真的真的真的帮我做很多事情，看很多讯息，这样。很好，去帮我听很多事情。你可以摸摸鼻子、嘴巴，任何东西，皮肤、心脏，你去摸摸。哇，你不断的24小时不停的帮我跳，帮我跳，运输血液，运输氧气，然后把垃圾收回来，又要再做这样的清理的动作，真的辛苦了。感恩呼吸、胃、肠胃道、膝盖、大腿、小腿、手，任何东西。每天都练习这样子的，你的自律神经怎么会失调嘞？所以意思是说，感恩每天都做事情，然后突然不顺的时候，就说，比方说别人骂你或什么的时候，你突然想说，哇，这是一个修炼的时机，感恩他骂我，感恩踢我一脚的人，感恩说我不是的人，真的。他在看我的功力，他在测试我的功力，我内心的强壮多少？哇，我还是很弱，很气，不能这样子，我要更强壮一点。谢谢你给我的修炼，谢谢你对我不好的那些骂我的人，对我不顺眼的人，或是就说父母对我念的人，任何人都是好坏都可以感恩。所以这样的时候，你的细胞，你的所有的内心都是会改变。改变的时候，你的自律神经系统也好，你的器官也好，你身体上哪一个不舒服都很快的改善。所以意思是说，今年、明年，反正未来我们就是大家就是未来一样把这个顺序、感恩的讯息、善的讯息，所有东西都传给身边的人，自己做，身边的人做，家人也做。说的，所以我一直在一个理念哦，把这个善的讯息传到家庭。就变成家庭是一个和乐、开心的道场，然后在职场上面，然后在社区上面，在国家、在全球任何地方，我们敢把这种善的讯息传达出去。所以再次的谢谢大家，我们的点阅破10万，大家一起很快速的，希望快速的成长，破20万、30万，很快速的达到100万，大家一起。来努力，把这个好东西、善的兴趣赶快传出去，对自己有用，对自己有帮忙，改变自己，也改变身边所有的人。谢谢大家，我们到了 Q&A 的时间，感恩，谢谢。好，各位来宾，我们现在进入 Q&A 的时间了。那我们第一题要请问洛桑医师的是，请问洛桑医师，学佛了，为什么还会有焦虑的情绪呢？学佛了，所以很多人说，学佛的人好像是已经成佛了，成佛了就不会有焦虑。
但就是学佛当中有很多贪念，我自己也学佛，我有贪念了，我有焦虑，我有欲望了，我有一个就是傲慢的心呐、嗔心呐，有时候生气啊。今天直播之前，你看那个我们的那个主任又跟我有点 argue 啊，然后有时候会就是骂来骂去，或者就是这些人就是还是一样，就是耐心是，我都知道要有耐心，不能焦虑，要宽心的。虽然就是有进步，但就是突然也会跑出来，所以就是意思是说，在你遇到，比方说遇到你焦虑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当做是修炼，慢慢进步。学佛不是说你学了道理知道了，那叫知识。道理大家都知道啊，我一直不断的讲，就是说，你不要把我们的频道我讲的东西当成是知识，我们不是来学知识的。也不是来增加 knowledge 的，一定要知道。你也不是来那边这边学东西，来拿博士学位或者是硕士学位。我们不要 focus 在 information 上面，我们要的是真正在自己身上有用的什么。所以我在讲，就是说，改变焦虑的方法，改变不生气的方法，这些我们在 YouTube 上讲的跟学佛没有学佛都没有任何关系，因为焦虑、紧张、恨。讨厌、生气，是我们根深蒂固，我们里面有很多这种 data 本来就有的东西啊，我也会啊，以前更容易啊，我以前就一要上课，或是就是要台上演讲，开始焦虑啊，开始发抖啊，然后突然就是要演讲，是一片空白啊，遇到任何事情都人都会焦虑啊，但就是这个可以唯一可以改变的方法，就是从内心的练习。所以一直不断来讲，就是 practice，practice，practice，练习练习才会进步。对啊，所以以前我自己就是，比方说在小学或是在年轻的时候是，我在舞台上是恐惧的，讲不出来。后来就是克服的方法，就是不断的去练习，去报名演讲，去报名就是辩论，然后去到处哪里都是有机会演讲，就是去演讲。之后就是慢慢练习，然后就现在我练习是不看任何资料的方法，然后就是练习不断的。第一个练习自己的记忆，然后就是慢慢进步，然后顺序也是慢慢清楚。焦虑也好，不开心也好，生气也好。跟学到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啊，只是说要不要修炼，每天的练习才会进步。对，所以这个焦虑方法就是一定要练习。那第二题，请问洛桑医师，家人吸毒要如何用感恩的心对待他呢？我常常讲一句话。就说如果有件事情您能解决，就可以去解决，就不需要烦恼。第一件事情，他吸毒有没有办法你帮到他去改变这件事情，或者是就说有像有从社会从医疗角度看能不能把这件事情戒掉，因为戒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就是能帮忙尽快用社会的资源把毒品戒掉。对你、对家人、对任何人都是很大的好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你也不用用，就是比方说跟任何人沟通，不要用强迫，也不要用，就是比方说你是家人，用骂或方的方式，用感恩的心态，用就是比方说多鼓励的方式，或是多看别人的优点的方式沟通，反而会容易沟通。所以意思是说，家人吸毒或是跟家人沟通的方法，带着感恩的心去改变他。带着感恩的心去跟他沟通，带着感恩的心去用社会的资源去把他拉回来，这是最有用的、最有效的，不是用，就是啊，你这你你每天都你吸毒，然后你这样子，啊，你吸烟又不听话，这没有用，只会恶化。对，感恩、善良、很亲切、很有耐心的心去沟通，才有叫沟通。才会改变呢。那第三题，请问洛桑医师，我最近感觉我自己的人生非常失败，甚至无法面对现实，每天意志消沉，我该怎么办？
第一个就是今天来，就是如果你真的来对了，第一个你今天开始学自己还活着，然后你自己感恩你现在拥有的东西，人生没有所谓的失败跟成功，就算你很成功，就算你很失败，死都是一样的，死的时候最终点就是死亡，不是说中间变成有钱人，中间变成第一名，没有这类的事情。所以意思是说，人生没有所谓的成功或失败这件事情，只是说你经历了什么事情，每个人都不一样，状态不一样。就算有钱有地位的人，也经历了非常多别人没有经历的事情呢、啊。不是，就是有钱人，或是成功的人，或是社会上地位的人，他没有烦恼，或他没有痛苦，他没有心理折磨，不是这样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遭遇的，就算皇帝也好，就算乞丐也好，就算中间人也好，每个人遭遇的 experience 完全不一样。就算家里的双胞胎，他的遭遇也是不一样的，他感受世界也是不一样的，他看人的世界感受都不一样。所以，所有的不要说去人生失败和成功，这个没有所谓的定义啊。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我们吸的空气都是一样的，很平等的。太阳是照每个人的，不是只有照有钱人或是成功人的。水也是一样的，地球对我们是一样的概念。所以你没有所谓的失败，你也是一样有呼吸啊，你一样有心跳啊。不是说有钱人的心跳比较强壮呐、啊，不是有钱人呼吸会比较顺一点，没有这回事情，都是一样的概念，是公平的。只是说你有多什么或多什么，那都不是我们的，最后都是要放下的。所以，我们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讲讲呢。我们出生的时候是赤裸裸的来的，你要自己想一想，你不要说成功或是失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身上拥有的都是赚来的。哪一件事是你出生的时候带来的？没有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连衣服都是赚到的，你现在喝水也是赚到的，你任何东西都是赚到的。如果你拥有东西，你觉得你很多的时候，人生就是成功。对，所以意思是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死的时候，你堆积你的豪宅、你的钱、你的银行的东西、你的子女，任何东西，连我们最珍贵的这个肉体都要放下，把它烧掉。那只是过程而已，就是没有所谓的谁最厉害、谁最坏、谁成功、谁没有成功，那个是世间的有些语言上面的问题而已，是我们把，就是意思说我们的精神或是我们的有些想法，把它就把我们就是困在那里而已。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就是我的那个 YouTube 再重新听一遍，重新今天开始，你学感恩自己开始，你的人生就会改变，不会堕落。第二件事情，在 YouTube 上面重新去翻一下，看一下，停止自责那一个影片，千万不要指责自己，自己是最珍贵的，自己是最厉害的，自己是有佛性的，人生。就是意思说，我们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所有东西是与生俱足，我们所有东西都是拥有的，只是说我们不需要塞太多东西。但就是我们的欲望，哎，这个要那个要，什么是塞掉，好像是自己的，然后就是自己喘不过气来。那来到世间上，只是享受这些东西而已，生也没有带来，死也带不去，只是过程当中，有些人这个东西多一点，把房间塞满一点，也没有什么。没什么，那出家师傅，那是房间没什么，一个床，然后一个杯子，一个碗，就这样子，两件袈裟，人家也过得好好的，也没有任何东西啊。他也就是走的时候也不用分遗产，什么任何都是大家的，都是社会的。出家师傅那些大家东西，他的东西都是大家的，不是他的，他没有一点任何东西啊，什么都没有啊。对啊，那也人家过得很好。所以就是千万停止自责，好好爱惜自己，好好感恩自己。人这辈子来到世上，就是一定要一个活个明白。我一直不断的讲，就是昨天的 YouTube 讲，就是要活个明白。人要为自己。
这跟自私没有关系的，一定要记住是为自己，把自己活好了，什么都好，千万停止自责，一定要在 YouTube 上再重新看一下那一篇，对。那我们第四题，请问洛桑医师，因为我生病了，家里的长辈说是冤亲债主来找你了，请问洛桑医师有冤亲债主这件事吗？这个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冤亲债主啊？但是你生病了，你要去处理啊，你要从你的心理改变，你从修行改变。你比方说你有血糖的问题，就是要运动，好好生活控制。有高血压什么什么的，有癌症的，也要去面对，去要处理。不是说啊，是这样，谁冤亲债主也好，因果也好，或是这种生活习态也好，有些癌症的病人就是怨气太多也好，这些都是。原因非常多啊，任何疾病都是原因很多，不能说只有这个。比方说，有些肺腺癌，烟是一个问题，但就是不是完全是烟的问题，你情绪的问题，你的生活 style 会很多事情的。所以也不能说生病说冤亲债主来这说什么，我们就不要用有些就是词语来把自己的困住。生病也是自己造出来的。自己的业力也好，自己的生活形态也好，很多高血压都是自己生活习惯不好，糖尿病也是一样的，癌症也是很多怨气啊，所造成日夜累积出来的成果。健康也是日夜累积的好习性跟快乐的心情的后果，不健康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就说我们要从因果角度来去看，就是说生病这件事情有很多因素。说不要怪在谁，然后也不要说父母说什么或师父说什么，不需要去这，把自己照顾好比什么都重要。对，所以意思说还是要认真的去处理你这件事情，要去面对。对，不是说随别人说什么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接下一题，感恩洛桑医师，我每天都告诉自己，现在活着就是努力对抗心魔，不要让他来伤害我这个身心灵，终于能为自己好好爱我。但是现在有个结打不开，妈妈有三个女儿，什么事情都是叫我做，她说妹妹身体不好。但是我也是腰椎长骨刺，无法久站跟走路。每每发生，我都会生气，他也会凶我。发完脾气，我总会觉得对不起我的身体，因为我又让自己喝毒药了。你能教教我吗？感恩。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意思说，你要帮妈妈孝顺妈妈，孝顺家人。第一件事情，我就说好好为自己的意思说，你的状况要很好。第一个就是你的身体要状况很好，第二个你的心态要状很好。如果你就是比方说心态，就是比方说带着怨气、不甘心、恨心很多事情的时候，宁愿不要帮人。这个一定要记住。如果你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孝顺人，然后这些都是还是要自己的状态要很好的状态。所以就说不是不帮人，就是先第一个就是我一直提倡一件事情呢，这辈子来到第一个要帮的是要帮自己，要解脱自己，身体上的状况也好，心理上的状况也好，自己好了，身边才会更好。我一直在提倡一个事情呢，所以前天我就去花莲讲的时候，我就说，人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爱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心理，是跟自私是没有任何关系哦。这就是这辈子的任务，把自己活好比什么都重要。自己活好了，你有多余的能力去帮助家人，去帮助任何事情，才有价值，才不会有心里的怨气。你有怨气的时候，你去帮。反而造成两个磁场的对立，人家也觉得你做不好，然后你也觉得就是一种压力。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孝顺是很好的事情呢、啊，但就是有怨气或是没有能力，就不用孝顺了、啊，把自己过好比什么都重要啊。
所以意思是说一样的概念，就是意思说你有能力多做就多做，你没有能力就 stop，先把自己照顾好。所以宗喀巴大师一直不断的，我一直不断的提醒，就是贤对巴拉，然对巴拉，贤对比涅槃是，然满对巴拉，贤对比涅槃是，意思是说你没有度化自己，你没有把自己能力搞好的时候，你想搞好别人，门都没有。你自己都没有度好自己的心，你想度别人的心，门都没有，自己身体都没有健康，然后就叫别人怎么健康，那也是没有。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我自己要做到不生气，少生气一点，我才把这个传达讯息，才有能量，才人家会听呢、啊。所以意思是说，我也在修炼呢、啊，就是说，我会尽量不要有怨气，不要生气，多一点感恩，多看开一点事情。我也在练习，在进步，但就是说已经100%做到。但就是有进步，所以我会去做，因为这个对我有好处啊，我还是回归到我自己啊，因为不生气，多一点感恩，对我有好处啊，所以我才做这件事情。对我没有好处，干嘛做这件事情？人这辈子就是为了自己啊，跟这是没有任何关系啊。很多人就是以为就是为自己好，就是啊谈。贪跟嗔，然后发脾气，然后这样把我执抓的，他就以为是自己好，那叫做自私，那是对自己最不好的，那是害自己的。对啊，生气也是害自己，怨气也是害自己啊，那不是很好？对别人一看优点，不要点评，多一点感恩，是对自己有好处，不是变成他怎样呢？你孝顺没有带着怨气孝顺。对你有好处，不是对妈妈，不是对父母，对小孩有好处，是对你有自己好处，是你修炼的对象。对员工好也是为自己，对别人、对同事、任何东西，对他们好也是为自己啊。所以就是认真想一想，就是你的修炼、你的成长、你任何东西，你对别人善良是为了自己，你。孝顺也是为了自己，所以就是不能带着怨气，或不能带着期待回馈什么，不要有这种，我们就是有很奇怪的想法。所以意思是说，我是放下的时候，真正是对自己最好的方法。所以意思是说，活着为了自己的意思是这个，活着为了自己是这辈子的任务，把身体照顾好，把你的心理照顾好，把你前面讲的，把心魔少一点。怨气少一点，恨少一点，点评少一点，不甘心的少一点，比较心少一点，虚荣心少一点，都是对自己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良药。我在传达这个讯息，希望大家都知道。所以意思说，好好爱自己，活个明白，就是这辈子最主要的任务。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的想法、思维、心态。行为宗旨一定要宗旨，这跟自私没有任何关系哦。爱自己不是自私哦，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哦。啊？我们接下来下一题，请问洛桑医师，我先生是一位有说谎习惯的人，有些事怕我担心，所以说谎，或者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不敢说，所以说谎。但他很会帮忙做家事，也很照顾我。不过说谎是我很难接受的事，我觉得没有安全感，也会焦虑。请问我要怎么办？这 所以意思说，人呢、啊，就是意思说，夫妻也好，人也好，很多很多这种，就是特别是家庭的、啊、人，两个人相处是真的是不容易啊，大家凑合着过而已啊。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就是我一直不断的跟很多人讲，就是夫妻讲也好，就是意思说你找先生的毛病哇，多到不行，一定是很多很多不合你我你的意的方法，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说看你的那个，就是互相看的缺点是啊，多到不行了。
所以意思是说，这边修炼，我一直修炼的方法，就是比方说我自己也是，如果我要看员工的缺点的话，都到不得了了，那每天都气不完了，每个员工都缺点很多，那找不完，毛病找不完，这样就会自己累死，自己心里很累。所以意思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比方说，我们要习惯性的，就是第一个感恩以外，第二个习惯性的看人的优点，就是比方说，我常常看员工的优点的时候，就算他犯很大的错误，我觉得啊，就还好，就不会心里觉得怎么犯这么大的错误是这样的，会气呼呼的。就以前会哦，现在就减少很多。因为我习惯性的看别人的优点，然后说这个人很好，然后多带着一些感恩的心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在经营那种诊所啊，所以就是会每天面对的是员工啊、客人啊什么一大堆事情，每天就面对的是人呐、啊。如果每天气呼呼，把自己气死啊。所以意思是说，习惯性的看优点，习惯性的看别人的好的时候。就算有缺点，就算发生很重大的事情时，你还是会原谅，你还是会接受，你还是多一点感恩，少一点怨气。所以意思是说，既然要相处，既然要在一起，你要把他的优点，比方说做家事对你很好，然后再把它放大化的时候，那些缺点、那些毛病少了以后，反而你多一点感恩的时候，你对他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就会减少很多，因为你把好的事情淹没到那种说谎，但就是你每天 focus 在他的说谎这件事情，把它放大化时，他的优点都不见了。把他的优点不见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说谎的人，就是好像他整个人都是一个谎人，就是别的优点都被淹没了。这样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安全感，是不是他说真话你也觉得骗你，就是已经人的就是想象就会变成这样子。然后有一天你带这些感恩，看他的优点，看他很好的时候，就算他说谎，你也觉得真话，那这个对你有好处啊，就是对你有好处啊。你觉得，哦，那他没有骗我啊，哦，很好，感恩，然后你心里就放心，你就自信找回来，你就不会怀疑东怀疑西啊。人与人之间相处啊，是相处在一个信赖上面，信赖上面是怎么相处？就是意思说看优点。看优点多一点感恩的时候，他就不会去到处找毛病了。人的毛病找了就找不完，永远都找不完，太多的毛病了。因为毛病是哪里来？因为不合我们的意呀、啊，也是又是一个我，你不听我的，没有按照我的意思，不是我的这样子。然后他要离开我，他不爱我，他背叛我，他对我说谎，我、哦、所以这样子就是加强的是。那就人与人间的信任感不，你一旦不信任别人的时候，自己的安全感，自己你不信任何人的时候，最大的受害者是不是他，是自己，因为你开始没有自信，对，你开始就是没有安全感，在没有安全感的是在感情或是在夫妻生活什么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每天都就是这样，他怎样，那他出去都觉得怀疑东怀疑西。那最后受伤的是谁？受伤的不开心的，或是就是活得不安宁是自己啊。所以我在讲，就是把自己照顾好，就是信任别人也是对自己有好处，看别人的优点也是对自己有好处，感恩别人也是对自己有好处。所以就说我们做任何事情要做对自己有好处的方法跟事情，不要做对自己没有好处的，怀疑东怀疑西，然后就说是不是他做说谎，放大，然后追根究底，然后就是弄个你死我活，没有必要，人不需要那么较真啊，不要太 serious，人生轻松一点，放松一点，很快一下子就过去了。你看，我来台湾就已经20几年了。我一下子想一想，好像昨天的事情呢。因为我在念国防医学事情，好像就昨天的事情，在20年就很快过去了，六十几岁了。哇，那就跟就到坟墓就越来越近了。那开始要规划怎么死啊？哇，好可怕啊！所以人生就是不要较真啊，to life do not to be serious，不要太严肃。
轻松一点，轻松一点，把今生过好就好了，很快很快就过去。那我是不是差不们多到了？这是最后一题。啊。医师你好，真的很感恩有你，我的焦虑症改善许多，有时还是会担心未来，执着过去的事，每当生气时，真的很难很快转变想法。请问医师有什么方法可以及时性的让自己平静下来吗？练习每天打坐，就是每天打坐，就是用感恩的方式打坐也好，就是我在那个 YouTube 上讲打坐也好，或是用慈悲心的打坐也好，或是不生气的打坐也好，或是少点评的打坐也好，任何打坐是未来希望我就是出一系列的感恩的与打坐冥想，那个已经有了，然后说不生气的打坐，或少点评的打坐。或是就是感谢任何东西，我希望就是然后慈悲心的打坐，希望有更多的打坐的方法，就是我们有很多课程会慢慢会排出来，所以就是最好的方法，平常打坐不用太久，就是5分钟到15分钟，太久了就没有效果。但就是说每天坚持，每天坚持，如果这样坚持下去，很多焦虑的事情、碰到的事情就很快就改善。所以习惯性的打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才会改变很多大脑的结构跟思维。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洛桑医师啊，今天为我们开讲啊。好，那最后呢，请各位来宾帮忙填一下问卷啊。那这个帮助我们呢，来做改善跟进步。那问卷呢是在聊天室，你点进去就可以看到问卷。那另外就是请各位在我们的小叮当啊这个部分帮我们点订阅，还有小叮当。另外最重要的就是洛桑医师他在开场的时候他提到，啊，感谢各位，我们现在有超过10万以上的订阅。那洛桑医师，谢谢大家。那我们也真的需要大家把这么好的、很善的一个方法内容再传阅给更多的人。那请各位来宾啊帮忙啊，尽量帮协助我们来做传阅。好，那今天谢谢各位来宾参加我们今天的讲座。那我们10月份线上直播在空中相会，谢谢，再见。Thank you.